许巍的《蓝莲花》这首曲子非常的简单，一分钟教会你。在油菜田里捡到的变调夹，夹在三品，左手的和弦一共五个 ：C 和弦、G 和弦、AM 和弦、小 F 和弦、DM 和弦。右手的扫弦节奏型也是讲到吐了啊，已经非常简单了。第一拍下，第二拍下下上，第三拍下上下，第四拍下下上，连在一起来一遍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。哼一段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。